连线。Hello， 各位蔚灵艺文空间的朋友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我是蔚灵。我是 AD 来说书的 Anson，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这么一个有文艺气息的空间，跟我们的美女蔚灵一起来做这个直播。那大家有没有想说，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呢？听到这个音乐有没有想到？对。比较有感觉，对，如果有看我们预告的朋友就知道，今天是一个平安夜，相信这两天呢，大家昨天前天有吃汤圆，也有跟朋友一起玩那个交换礼物，我想问一下蔚灵，这几天有什么活动吗？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就会比较注意一些教会的活动，是，对，而且。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摆饰啊，其实都是很符合我们这个主题，是属于这个耶稣基督的一些像这摆饰跟画。对，因为圣诞节不是圣诞节啊，圣诞节不是只有吃吃喝喝。对，对，我们想要告诉大家，就是圣诞节的来源。对，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直播啊，可以传递更多像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讯息给大家。那就是像这一尊啊，它呈现的一个意象大概是它就是大家所看到就是耶稣他诞生在马槽，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地方。对对，那当时我知道他是圣母玛利亚，那时候就听到有天使跟他讲说，他会诞生未来的一个救世主，所以他就赶到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。是。而当晚啊，伯利恒都已经那个客满人了。对。之后他到了那边就已经要生产了。对。之后不得已迫不及待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就只好在马槽里面。就是诞生了耶稣，那这时候天上就有那个异象出现，那首先牧羊人看到了，就过来这个朝拜这个耶稣，奉他为主。那所以下面他下面就有一个这个牧羊人的这个印象，这是异象。对，那再来的话就是东方有三位智者啊，看追寻的这个星象也来到了这个伯利恒，那就献上了三个宝物给这个耶稣，你知道是哪三个宝物吗？那我猜猜看，应该是金子、黄金，没错。第一个是再来是大家也可以一起猜猜看呢、啊。有没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？对，就是。蔚灵的朋友啊，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上面留言哦，告诉我还有两样东西。那我们蔚灵今天也很用心，就是准备了精美的这个礼品，如果有答出
后面这两样东西的朋友啊，我们慧玲就会送出这个精美的礼品。那还有就是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帮忙动动手指哦，有在看的朋友帮忙动动手指，分享出去，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，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这个隐身在台北的小角落。小角落这个很棒的这个艺文空间啊，我看到了，有朋友告诉我是乳香，乳香，对，喂，乳香不是乳香世家、哦，是古代是以那个时代呢用来做一个祭祀用的一种，就是熏香的一种供、啊、祭祀用祭祀品，嗯嗯嗯，那还有一个哦，所以这还有一个名额。黄金乳香，对，还有一个，嗯，还有在观看的朋友啊，那个帮我们听看声音的部分，声音的部分这样 OK 吗？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开头，接下来会有更丰富的内容，我希望我们的声音的部分可以让大家收听得很清楚。那音乐会不会太大声？音乐会太大声吗？嗯，应该是，现在没有，没有留言。对，大家。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加入。对啊，有七个人在线上哎，大家就是、啊，那是拿出你的热情，给我们慧玲一点支持、啊、好吗？那不然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那不然我 Q 人好了。Q 一下有那个，对对对，那个朋友跟大家互动一下。我 Q 一下我的朋友 Jenny， 因为她跟我是在同一个教会的姐妹，新慧，你可以告诉我说，就是那三样东西。对，我相信大家来线上支持慧玲的，大家都是像家人一样。可以告诉我那三样东西吗？黄金、乳香，还有一样东西。有精美礼品。精美礼品，我们今天节目有两段哦，下一段的话。第二段会公布我们的精美礼品是什么，所以大家就是不要错过。都没有人按赞，我自己按出去好了。那像我是第二次跟慧玲合作嘛，是我们上次是这个介绍永生花的部分、嗯，对，所以大家都知道永生花的典故还有它的价值了、嗯，所以我们现在先预告，我们第二段就是要来教大家。什么 DIY？ 非常的认真，认真到都流汗。我们慧玲好贴心啊！在这么冷的冬天，他可以流汗，就表示他有多么的认真在帮我们、就是播这个直播。真的是热情，对，热情。像他这样的热情，不知道镜头前面大家有没有感受到？对，因为我们第二次的合作啊，我是希望说可以有别于之前，可以让大家呢更有这个参与感，所以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第一个装饰品了。那再来的话，像我们平安夜啊，讲到这个耶稣基督，我们会就是我们基督教是还有一些需要祷告啊。对，就是我们。每天都会晨祷晚祷，那像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想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，东西，它就是也是耶稣一家人，然后像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会点蜡烛，那点蜡烛我觉得还有就是特别的地方就是。它这个地后面这个地方呢，它可以放蜡烛，对，然后点起来就毫光万丈，对，因为它这边全部都是有那个洞，星星的洞，然后祷告起来就非常的有 feel， 对，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它买回去，就是祷告的时候可以用，是它有它有一个叫它有一组就是平安喜乐。平安喜乐其实像过年也快到了，我们也都会就是祝福朋友平安喜乐、啊、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就是摆饰物啊，它一样都是耶稣一家，然后只不过是一个是平安，一个是喜乐，对，然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都可以放，我是习惯就是会点蜡烛，然后我觉得最近让我找到一个更棒的商品，就是 是耶稣一家，然后后面就是可以放蜡烛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可以点这个蜡烛，那
感觉更感觉更贴近神，更渴慕神的，更有那种沉浸心灵的这个感觉出来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这边有看到这几幅画，这些画它的这个材质是蛮特别的，它是意大利的湿画，它的材质主要就是湿卷，然后再加上意大利的这个印刷工法，那主要它就是具有防尘的功效，所以你就是可以把它挂在家中，不用担心就是说会被这个灰尘给弄脏，因为它意大利的这个技术是它的工艺是比较精致的，对，但是注意就是不要碰到水，或者是这个放到潮湿的地方。对，那平常的话用那个干布啊，或者是这个鸡毛毯子去给它清洁，就很漂亮了。那我要讲的是在别的地方，就是偷偷说一下，就是在别的书房比如说。不要讲名字好了，比如说其他有卖有关于耶稣，耶稣太兴奋了，就是在别的书房，他们卖的可能没有这么的精致，然后他们卖的可能是一般就是print 怎么说印刷就是一般的印刷纸而已，然后这个不是，它是用丝绢去印上去的，然后所以。我相信在在卖那个有关于基督教的相关商品的书局都没有在卖，只有在这里有卖。对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边框是这个金色的，很漂亮。然后它像人物画啊，颜色很丰富，栩栩如生。对，这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时期。那继巴洛克风之后的洛可可风，洛可可风它的特色就是这样子华丽，然后偏重就是人物肖像为主，对，因为大家洛可可风的兴起啊，大家都只知道巴洛克风，对，却不知道洛可可风，是后期这个法国的这个王公贵族们，他们就是会喜欢请一些画家。来画他们的这个肖像，跟他们的一些奢华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画风，所以来这边呢、可以就是说增加自己的美感，欣赏到这么多就是漂亮的艺术品之外，也可以增加一点知识哦。对，就是在在一般房间都看不到的画框，而且它是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框，而不是木框。木框我也可以示范一个，对不起，请小帮手帮我拿后面那个。小帮手。我给你。像这个，你就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的不同。这两种质感就不一样。解释的，就是。洛可可风的对、这个、显示贵族气息的那个洛可可风，这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木框，对，同样一张丝画，可是框不同，你可以感觉它整个价值都不同，对，然后大的我去拿大的，好，因为这个画也有个故事，刚才出了一点状况，那耶稣太兴奋了，耶稣太兴奋，因为今天是他的那个出生的日子，所以他想要出来就是介绍自己。对对对，那这我们放这个画，就是它比较大，可以让大家看清楚。其实这个画也是有故事的。那这是耶稣的这个圣心，他手中拿着就是他的一个心脏，那上面有那个刺冠。以及火焰跟十字架，也就是代表他就是当时他那个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苦。他不是苹果，因为我刚刚觉得是苹果，他是心脏，然后这边一个一个刺刺的地方，就是他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皇冠这样子。对，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的宽容与大爱，因为他来到这个世间。是救赎每个人的，但是最后却被这样的对待，可是他还是选择了这个原谅宽容。还有就是右手边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不会去注意到，
看他右手边，因为他右手边没有拿东西，你可以看他被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痕迹。痕迹，所以其实真的是蛮精致的，很有意思的一幅画。Okay. 我相信都基督徒人都应该知道。那有朋友就是留言加油哦。哦、oh, ，是我的那个学姐你好，也是姐妹，对，学姐应该知道我们讲的故事。相信那，就如果大家对这个平安夜啊，还有我们这个我们有关于耶稣的这个基督有很多的故事啊，大家也可以来分享。或者是给我们留言。对，如果你有就是知道更多耶稣的故事，然后可以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们。让他归位好了。归位。好，那今天是平安夜嘛，像是今天大家都是有跟家人一起度过。那，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会去参加一些活动，比方说，那个明辉哥是不是今天也去参加活动？对对对对，他去参加以灵教会啊，以灵教会的活动，然后希望他也可以帮我们就是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视频，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。那最前面这边哦，我看到，谢谢你燕彤，谢谢燕彤，谢谢你。那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就是圣诞节平安夜的这个商品东西，要帮我们做介绍吗？不过那是另外一个。天主教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不是、所以我是天主教，对，但是也顺便介绍一下他，因为他我觉得他做工蛮精细，很漂亮，就是圣母玛利亚，虽然对的，他是天主教的东西，对，我也顺便就是让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对，这个也蛮精致的，虽然它是木框的，那它中间也是石化这样子。尤其是它的那个幅度，它框的幅度做得非常的漂亮，所以这是属于比较算是天主教的。那其实你知道，有些人称这个明天25号啊是圣诞节，有些人说是耶诞节。那你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呼上的差别吗？我想说，我想要留给现场留在线上的朋友看，对，线上朋友知道为什么？猜。圣诞节、圣诞跟耶诞他们的不同，有谁可以告诉我们圣诞跟耶诞的不同吗？好，你的朋友那个洪志也说，为灵加油，谢谢方子哥，谢谢。所以感谢今天就是来收看的朋友，虽然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只是不好意思留言，但他都是有给我们按赞，请大家踊跃留言。再次告诉我们说，圣诞跟耶诞的不同，有谁知道呢？可以告诉我们吗？对，还有那三位智者呢，送给耶稣基督哪三个礼物？对，第一个是黄金，第一个是乳香，第三个还不晓得哦。第三个还没有人告诉我们哦。对啊，就是赶快哦。就是耶稣他诞生的时候，然后博士送他们三样东西。三样东西。对。黄金、乳香，还有一样东西，谁可以告诉我们？对，我们这第一趴也要将近进入尾声了。如果有基督徒的朋友，可以告诉我们吗？对。那有些朋友可能是比较晚加入的。在整个做一个总结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介绍到这个平安夜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，带到这一个艺术品。对，那为什么它下面有很多羊？对，它的意象，还有这一个羊是它的意象。对，那再来是这一个是我们可以后面可以点灯，对，然后祷告用，祷告，那它可以代表平安喜乐。对，以及我们现在就是
意大利的这个丝绸画比较精致的洛可可风格，像这个就是应该是巴洛克风格吧，然后这个是洛可可风 格，这是比较后期的洛可可是比较后期的，对，这样的框是比较后期的洛可可风，然后比较前期的是巴洛克风格的，对，那我们就以此做一个总结。那如果说前面没有收看到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再去看重播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要准备就是要做那个永生花的一个教学。那如果没有人回答，我们要自己回答。我们就下一段再公布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段再公布。我们就下一段再公布。那我们先祝大家，一起来祝大家是圣诞节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进入第二段。